人到中年，家庭稳定了，事业如意了，儿女长大了，幸福开始了。二，人到中年，情绪越来越稳定了，感情越来越丰满了，饮食越来越会搭配了。三，人到中年，循序健康的生活方式，选择最真诚的知心朋友，节选最精致的人生线条，活出一种不一样的幸福人生。四，人到中年，远离毫无下限的圈子，融进有文化文明的朋友圈，人的档次会越来越高，生活的层次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。五，人到中年，抓住一种最熟悉的技能，改善自己生存的环境，学习多种兴趣爱好，让你自己后半辈子不在孤独中度过。六，人到中年，懂得宽容和仁慈，忘记仇恨和抱怨，大方得体的活着才是真正的幸福。七，人到中年，要为自己考虑一些以后的事情，能存一些钱就存一些吧，不要到最后成儿女的负担。八，人到中年，其实心态越来越好了，不要过于涉足儿女的事情，让他们能自由的生活，你也会轻松许多。人到中年才是幸福的开始，只要有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，就会活出最幸福的人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